感谢长辈们让我们有机会经历这100天的以赛亚施工培训学校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这过程中被重建、塑造和成长。我们所上的课程不能在知识上满足我们的需要，而且是要用一生去消化，用生命去行出来。在这个旅程中，我们体会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。上帝用生命气息创造了我们，主耶稣基督用生命救赎我们，郭金明牧师用生命带领我们，牧者、传道和讲师们用生命的经历来教导我们，艾米姐用生命关怀我们，我们同学们用生命彼此扶持，互相鼓励。在光谷教会的时候，每一个的教会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，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，但每一个都是神爱的家。我们不但在知识上满足，在灵里我们也得饱足。每日的晨祷让我们在新的一天先亲近神，每日的灵修，你的话成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带着充满希望的心来到以赛亚学校，也带着兴奋的心面对未来神对我们的呼召。在这里的结束并不是成长之旅的终点，而是我们奔跑神道路的开幕。Are you ready? Whoa, darling.
是完全改变。